防弹少年团在海内外拥有高人气，成员们一举一动都成为网友关注焦点。2月18日是 J-Hope 生日，对此大哥竟抢先送上大礼。J-Hope 也特别在 IG 公开礼物内容，没想到意外成为网友话题中心。J-Hope 日前在 IG 现实动态晒出一盒草莓和蛋糕的照片，并标记竟的账号，感谢他送来的礼物。不过吸引网友目光的却是竟送给 J-Hope 的一支金色马桶刷，闪闪发光的外形让寿星本人也忍不住表示，像他的脸一样闪耀，不用担心打扫厕所了。照片一出，瞬间在论坛掀起一阵讨论，更有网友挖出马桶刷的品牌，这一支要价67万韩元的马桶刷是让一票网友吓坏，纷纷留言表示看到 IG 动态时因为很新奇所以笑翻，知道价格后被吓到。还有人表示能找到这礼物也蛮神奇的，那品牌的设计很美，真是难忘的礼物啊，只能说这真是一件非常有个性的生日礼物呢。